你深夜回来没有看柳琪琪，却跑到我这里兴师问罪，在你心里已经给我定了罪。你要，不过是在我这里再次确认你的判断。我要的只是一句实话。实话？实话是我确实和柳琪琪一起去爬了山，他的孩子。 确实是在爬山的过程中遭遇不测。你听了这些，你还会信我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宋玉？你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情？你终究还是不信。 你终究是不信，你怎可以这样？就算你再妒忌、再怨恨柳七七，你怎可以对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动手？他不配我动手，他是活该。 竟然是这样的人！我已跟七七说了，让他忍。我也想跟你好好重新开始，可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定了我的罪。你说你要与我重新开始？ 你的重新开始就是先把我带入十八层地狱吗？之前是我错看你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一个如此怨毒的女人重新开始。错看我，是，你没有错看我。 我宋宁就是如此心机深沉、歹毒之人，就是我逼得柳七七去爬的山，就是我故意冻死你们的孩子，你满意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见不得你们好，我见不得你们琴瑟和鸣、其乐融融，我见不得。 想要。